后里偏偏知也不知路才将家当作痴周彩萍啊，那有家教的人拢知影，爱先敲门才搁共开门。啊，你是安怎特别拢是先开门，却想着要敲门啊？是啊，小小姐，我落旁地较无方便，后过我会注意。对啦，我拄才听恁讲品酒会啊，啊品酒会是两种，这红酒学问一定最深的吼。是啊。红酒确实是一个学问，要唔阁亲像伊这款头壳哦，也是较卖学的啦。较唔免打袂开始学，尔头壳就拍干。是讲同款的步数，你袂想要阁用一遍吧？顶遍讲我袂用个林加比，啊这遍呢？无底线嘛有常识，以前我嘛已经请教过啊。怀孕的人适量的红酒，迄是无白害的，唔免阁想要底下搞考试三回啊！搁再讲，我想要啉啥，迄嘛是我的代志啊！你家己的巴肚顾好势就好啊，唔免管我对我遮来。小夏姐，我无拒绝你的意思啊。哦，啊是讲，你要搁讲我误会你啊？那呢，真正有够个人缘的呢。凊彩开嘴啊，讲一句话就会红五花。我看哦，后转你拄着我，也是主动甲嘴抬起来，点点好啊啦。看明年讲我请我歹的时阵修理你，你都莫怪我。我知影。小夏，你毋是要去百货公司，啊，即摆唔出门哦，可能就光袂赴啊。哦。这周彩萍心机这么重，我不能让她跟威廉有单独相处的机会。周彩萍，别跟我对礼拜，稍等下就让你对我来设计，万一我物件关袂叮当，还阁有你会当跟我斗看。你害我替你关物件，啊！这认真要创啥啦？我咧甲你滚生笑，你阁听袂出来啊？你大姓大名呢，我哪好意思请你替我挂物件呢？我是要让你带我去看卖啊，什么叫做少年社会贵妇的生活，纯粹会当让你家己了解一下。我家己才几年大，若是威廉讲好，我就带你去。是对小夏气话了。哈？卡细字嘞，包包十二万，鞋仔五万。皮草大衣是五万，买两个客气派去哦。咱们周彩萍嘛不够。小夏姐，我今晚是有新的人哦。你叫一个孕妇管这么重的物件，若是去了总经理知影，伊是无欢喜哦。是要无欢喜啥？叫你管几台啊精品尔，无咧管重啊。啊，不是叫你换床单呐、啊？会当蒙着这物件哦，是一定世人收来好气。我若不像像你这款爽哥无家查某，大家去这个店哦，就是用吼出来啊，要哪有机会同我见世面？小夏姐，有一个代志，我甲你提醒一下。你即卖是一个负债的人嘞，你这样侪物件，安尼咁好，你是唔通无钱加大办哦？即卖又急都袂付啊，佮开支买这奢侈品。安怎啊？你努力哪会卡？都要去拍手的吗？当然啦、啊，有甲理所当然。因为是阮老公叫我努的，
天公地道啊，也无亲像你啊，做钱遐尼侪袂见效的代志，哎呀，我五百万，我叫你吐出来就袂歹啊，起码给你机会做外使用人呢。嗯，五百万哦，有够我付你几十年的薪水啊！不要紧啦，爱买就做你买啦。飞机到时阵，有人发现你是一个空包蛋，你的物件就会变作是我的啊！啊，我会记得你的鞋跟我差不多大，你的衫我应该嘛是会穿的啦。好啦，我就免去接收你所有的物件啦。继续喊名啊！你这个机会，竟然让你自我催眠哦！我实在是大开眼界啊！朱彩萍啊，莫讲我对你无好，今仔日我约到这个化妆大师哦，是足出名的。小等我再请伊想煞替你做一下造型。就一个天生就生做这么爽的人，啊！不过你的功力真正足好诶，所以唔才要麻烦你。你一定要想尽办法，看卖是不是会当可以有淡薄仔时尚的气氛无？啊，若无，即个外佣规日安尼对我伫咧外口拍拍照，这歹，啊，搁这么俗气，哇！我实在是足无面子的呢。好。叶小夏，你为着要将我为威廉的身躯变掉开，所以不得不带我来这做头毛。啊，那呢，我得好好享受。暗十分钟，我恁再个稍等我者。至少要开三点钟的时间保养，而且还要烫平烫水。哈？三点钟哦？哎，我来试听。安尼好，安尼你就无多利用我伫咧下午茶的时阵，叫威廉哥哥伫遐咧。除非啦，除非你唔惊伫威廉面头前见笑，所以你去啊。叶小夏，你，真麻烦你。看我这钱，这个要省。好。
要挂好势哦。他们游泳的就直接给你挂回去，发票我都有，回去了后我会好好检查，万一若是有减一项，还是有去一间，我绝对要你照价赔偿。party 拄到伊哦，我完全认不出来呢。规鼻啊哦，长个会当毒死人啊！我看银安哦，一定甲伊困困的。冰心看到伊，呜、哦，廖春公哦，困着别人。哈哈哈！干有这么憨？欢迎光临。拍摄拍摄，都来搭车。不要紧啊，家己人开的啊，就算讲咱要开讲到天光嘛是会用的。对啦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，永联集团的千金徐爱薇，也是这间店的头家娘啦。其实我跟爱薇早就熟识啊啦，这世界真有够小，小来小去哦，原来大家都有关系。啊，你是上好的啊！等一下，若要讲八卦的时阵，就免顾虑这么多。您先坐啦，我来去准备我对法国早顿的马卡龙，请您吃。多谢多谢。我之前阁看到 A 嘛，啊，带迄个小男模四界跑跑走，我想讲哦，伊那遮尼好大胆，拢唔惊因翁会去抓着。迄哪有啥？不过听人讲哦，因翁哦，家己阁带男模四界出去跑跑走咧。男模？是啊。有人讲因的婚姻吼是烟雾弹呐 ，A 嘛因翁根本就无爱查某人。连伊个囝吼，拢是代理孕母生呢。哇，那安尼，伊就家己算家己的就好啊。小夏，你头一遍参加这个八卦姐妹会对无？你哋真袂惯习，因为拢是你讲别人婴儿话。其实这个资讯啊，对咱这个层级的人来讲是真重要。啥物真重要？你嘛知影有一挂查甫人，若是有钱的时阵，就会变鬼变怪。所以伫咧咱这个圈圈哦，小三是常常出现的角色啊。所以大某啊，还佮有大某生的囡仔，拢有家己的生活圈，会排挤小三，还佮有小三生的囡仔。啊，若是野心较大的小三啊，就是想要取代大某的位置。所以因伫咧外面哦，就会积极建立家己的人脉。啊，你若无细腻哦。各家的为贵妇小三做朋友，在正宫圈里面哦，你的名声都会歹去。是啊，表面上家的为贵妇吼，会使替你牵线建立人脉，实际上呢，你若甲因亲近吼，就予人添油助剂好啊。但真正要讲大生意的时阵，有权力出主意的吼，是手中提有股份的正宫。你想正宫敢会听你？譬如讲。阮拄只在讲的 A 嘛，因翁是百货零售商，你若是想要做生意，你得要甲伊盘烂啊，你得要知影伊介意啥，无介意啥，投其所好，安尼对你的生意一定有帮助啊。所以阮只的八卦姐妹会哦，见面不用感情以外，上重要的是交换情报。原来上流社会高贵有这么多美感。我本来听尊公大家只是因为磁场相近，讲话较会合，所以唔才会惊到我。想袂到在每一遍的聚会，会有这么重大意义。林太太，这个选球手指，如果是林昂送的哦。啊，是啊，林昂的眼光有够好诶，这卡有够水，而且又够是限量诶。顶下我捧钱想要买吼，拢无货买袂着呢。啊无，你卖我，我开个介绍必定来加十趴，你感觉安怎？啊，你莫跟我抢好不？这卡手指我早就甲小夏订啦，我是要买来哦，送我家己的生日礼物。小夏今日又早来，是专工替我提来。啊，对，你看，我连机票拢开好啊。小夏，咱讲好的200万对不？
来。哎，这是姐妹才有的介绍哦。多谢你。哦，小夏，你搁有啥物宝贝？后摆先提给我紧啦。你就莫为难小夏，伊才离去林家无偌久的，搁有一个家己懒条条的欠卡大家，因翁若是无听伊哦，伊要欠西家实在足困难的。小夏，你听我的啦，趁你即马搁是一律会的时阵哦，会当下偌济，你就下偌济啦。我到时阵哦，小三规划甲你胖胖去，你都唔知。多谢你啦，喂，阿伯，你先讲啊，我来一下洗手间。多谢你给我打三工。拄则迄个贵妇，若看到好朋友身躯顶挂着水的珠宝，伊拢会想要爱啦。秘书遐的珠宝，敢会当挂伫伊的身上，别人拢袂当有啊。虽然出手真大方啦，啊，不过拄着较有纪念性的物件，人老婆想要买，伊就一直拄。我拄则看你遮尼为难，就知影你无想要买伊，惊你得失伊，唔则假做是我先甲你买，喏、no?。跟我回来，以后贵重的物件，莫阁互伊看到啊。嗯，好，感谢你欢迎进。这边哦，真正是完美救援。到那边啊，有爸的时间，甲你存三天。我今晚手头这200万，若是会当先摕底行一下，爸应该就袂互伊夹这尼硬啊。哎，我真歹势。我可袂当跟你参详一件代志，你讲啊。其实这段时间，我需要一笔钱周转，我可袂当摕我的手指当作是底啊，跟你借这200万。等到我有钱的时阵，一定随去家赎账，好不？你先提起啊。多谢你，真是多谢你，来这里客气。无，我先出来，紧去啦！咱若无迄几个爱搞彩艺的人，会学袂上，就安尼啊。这个爱话目色好，人面阁阔，做人阁大方，好好甲伊交陪一下，一定是有好无歹。在上流社会，我只是幼儿班的成员。这200万对我来讲是救命钱，要唔过对真正的贵妇名媛来讲，只要是看到介意的物件，就会当把钱摕出来卖啊。想当初我为着2000万去共鬼去共人砍头，甚至把囡仔摕掉，起码我计有威廉啊，算嘛只是几百多草的绣花枕头，干那赚到一个好名声的少奶奶，同款。也是要让钱叫你走，管不同款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要取代苏凤新在林家掌权，我绝对不会再过那款没钱的生活。想一个彼岸，看是不是会当有一边有新的机会。小夏，妈，阿你也来遮？这是啥物？啊，你不是有心啊？啊，是阿做个啥物不问中心提遮资料嘞？你讲，你是不是偏爱我大家有心啊？三立台湾台一家人。